叮咚，你还记得留学点餐经验吗？我饿了，我们点外卖吧。好呀。Random songs braised noodle。唱歌夫人焖面。Wok toasted, shredded, smoked duck。锅拌碎熏鸭。天哪，这什么破菜单，这中餐馆的菜单我一个中国人都完全看不懂。哎，这菜单让我可以怀疑我的中英文水平以及智商。